哎呀，别在那变了变了，他还看不看不看厨艺，别在那烦我，烦的要死。露脸也不行，不露脸也不行，天天一天逼事儿贼鸡巴多，烦死我那是打底裤。我就害怕走光，我穿了三条裤子，你们就只能说是无懈可击了。为了让你们更无懈可击，我直接把这个裤子反过来穿。
然后我就不行了，我就现在感觉我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，特别的难受，然后一直出冷汗，就特别难受。
私信我哥哥什么白书记的私信我想哦。